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麦高华。那这三天的学习，你觉得你最想要感谢的人是谁？我想感谢让我来上课，通知我来上课那个人，他的叫 Jenny， 是我公司的同事。我本来是在想学经营管理的，就没想到来这边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吓到了。但是也有很多意外的收获，就像休息时间的热舞，让我想起大学那种青春活力。虽然已经离我很远了，可是又找回那种感觉，让我很深度的放松。我觉得我最印象最深、最开心的事情。那这之后这课程应该很多人会需要，所以我会想把它分享给我的家人、好朋友。也祝福这次来上课的同学会有很大的收获，然后财源广进，然后身体健康。然后下次有就再做同学，好，谢谢，我相信他们会收得到的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